我叫祖利菲亚·埃克姆山，是你们今天的导游。今天呢，我将带领大家一同感受我们塔吉克族的风情。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金草滩国家湿地公园。我身后这座呢，距今有2000多年的古城，就是著名的石头城遗址。塔吉克族是一个崇尚鹰的民族，鹰舞是塔吉克传统的一种舞蹈形式。动作像老鹰一样，大家也可以一起学一下。对，大家可以一起学一下。那现在我带大家来到的是我们的彩云人家民俗村，大家在这里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塔吉克族的生活。因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海拔比较高，离天很近，所以呢，大家就送给了我们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彩云人家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巧手的姐姐手上拿的这个帽子呢，以前都是自家用的，现在也可以当成旅游纪念品来卖。哎呀，阿迪村普里帕拉多，这几年来帕米尔高原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，大家靠旅游开拓了眼界，增加了收入，生活越来越富足，越来越幸福。帕米尔高原风情世间少有，欢迎大家来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做客。